你有冇驚咧？即係史上嗰啲女子組合都係得到一個好靚咁嘅感覺噶嘛？咁可能我哋要做第一隊唔係咁靚咯。我哋係呢個 GDJYB 雞蛋蒸肉餅。我係吉他手 Sony。我係主音麥叔。鼓手嘿嘿。飛前手歪歪。香港做音樂本身都難啦，咁即係作為女仔喺一個咁 man 嘅一個範疇入邊去生存打扮。可能看你會流力一點，但也是某個層面上，女仔夾 band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程度的。那我們來不來會聽到一句，女仔你說你算是挺厲害的，那說一點。有種香港叫小小麻辣，香港人就是，喂，來了。或者試啲新嘢嘅時候，喂，試咯咩啫？試咯，拍你啊！唔理你點睇我，總之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好嘅，做到嘅，行到嘅，咁就去啦。也許思考很難，係要唱出嚟啊！嗰句，無論政治又好，社會又好，好似我諗完之後就會跌咗一個無窮無盡嘅深淵，因為我揾唔到解決方法。有種香港叫隻眼開隻眼閉，即可能見到很多不公義啊或者不公平的事，他們不敢出聲或者是選擇沉默，應該去勇敢去面對，為一些被人蝦的人去捍衛。有種香港叫劏房，因為我們的 band 房是劏房。我們那個棟大廈叫悅城工廠大廈，都叫做悅城音樂工廠，因為很多前輩他們都是很多年前已經在那裡夾 band， 在那個大廈裡面是引育了很多不同的音樂人出來。其實看似很冷漠，因為 band 仔可能個樣酷啊，玩 metal 那些個樣又很惡咁樣，但其實你跟他講一句嘢，你就知道他是 high 噶啦。咁所以其實你肯同佢哋溝通，其實成棟樓都好團結。聽 Mixing 就上去啊嘛，你喺咩度上去聽啦咁樣，成個社區咁幾好啊。係好有生命力嘅，其實我覺得工廈區。做音樂咁樣喺一個咁樣嘅環境，有咩功能？俾更加多人認識到香港發生嘅事，其實我都覺得係個功能。有陣時係迫於無奈底下，我哋每日打開新聞、打開報紙，都係嗰啲咁荒謬、咁荒誕嘅新聞。我哋冇辦法唔去抒發我哋嘅感受咯。我哋成個創作背後嘅靈魂就係希望用港式英文去向世界各地唔同嘅人或者香港人去講翻我哋自己香港本土嘅故事。仲要話咩活化工廈啊嘛？啲租又貴曬，我哋就係租唔起嗰啲比較好嘅地方，我哋先至嚟呢啲嚇咁惡劣嘅環境度租，你仲要加租，好慘啊！即係我覺得香港，即係我成日喺屋企附近啦，晚晚即係我成日夾 band 夾到十二點，咁我搭尾班地鐵翻到屋企咧時候咧，每日咧都同一時間咧喺同一個位咧都見到個阿婆喺度執紙皮，究竟其實幫到佢啲咩咧？其實個源頭其實就係政府。人都是一個因素，我自己覺得，起碼大家對方都不好敵對先。中意 pop 嗰啲就會話 indie 嗰啲咩拍子嚟㗎，識唔識好拍子㗎？其實你玩啲 odd time 啫嘛。啲 indie 就會覺得啲 pop 嘢 pop 嘢咧，咪又係嗰啲咁樣。點解要歧視咧？咪又係音樂嘅類型。咁我覺得你個心放開啲先。其實是香港人很喜歡 label 去主流和非主流，你只要你的音樂做得好，所謂的非主流遲早有一天都會成為主流。我覺得做兩樣音樂都是很開心的，因為而兩樣都是即做一些差不多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兩樣都沒什麼分別，兩樣都是開心的。
有種。